殿。You see Hitler's army. 这个是什么？德军的希特勒。哦，历史。Yeah. OK， 这个就是弗朗兹将军的这个他本人，来看一下。看到吗？将军。他的照。另外用一栋把它盖起来，保护起来，这样。哦、这原先的呢？对，这是原先的房子。所以你会在这边看到这个医生的衣服哈，还有这个好像是医生的工具。公司吧。餐厅哦，他吃饭的地方。然后呢，这边呢是他的起居室啊。It's a simple one. Simple. Hundred year old. Hundred year， 大概有一百年的那个历史啊。这个。苏联的这个苏联他们那时候不是共产党，然后呢在之前是他的帝国，有没有？他推翻了这个帝国，他帮忙几个领导人推翻帝国，所以呢他们用他的名字来纪念这个用我们这个城市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呢来纪念他，所以呢这个名字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哦、所以刚开始呢是叫做 Biskay， 后来呢又改成他的家族的姓叫做弗朗兹，然后之后又改回来、哦、所以现在这个城市叫什么 Bishke、哦、参与战争的照片、哦、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哦、他本人的照片。